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们，还有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十三号学姐黄静。那下午场开始，我们会从新北投火车站这边出发，相信很多朋友在假日的时候都会选择到七星公园跟新北投火车站这边来走一走。当然，这一条线呢，在旁边我们的北投中继市场最近也正在试营运当中，有一个崭新的市场、崭新的空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到这边品尝美食、逛逛街。当然从，新北投开始，一路骑到等一下要交棒的曾宇手上，这条线也是我们黄珊珊市长在整个政策里面规划的这个首都双轴线光链计划当中的这一环哦。那这个计划里面有非常大部分都在士林跟北投的这个区域当中，沿着捷运的下方呢，在高架桥下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绿廊带的产生。那一路从北投开始，一路走往剑潭跟圆山，所以我们也会沿着这个，然后一起来骑乘。所以欢迎大家礼拜天可以跟我还有思雨还有珊珊一起来士林北投陪大家一起骑脚踏车，谢谢。